有了不？这是写的啥了？这是。这个村庄，这个门户当街一个人口一个人，提薪资格了，就多。啊，这是写的是门户当井。啊，门户当街。这是个茶。哎，这个不是这个。你那是写那个茶是啥意思？哎，这下信咱们随便没得做嘞。哦，这个门户当井是意思是就随手关门。哎，对，就是。这是你写的毛笔字儿。哦，你小的时候是不是学过这个毛笔字儿？哎，不是我爱，主要是不是学咱们哦，你家里头还现在还写嘞？我给你写的。哦，来来来来。啊，你喜欢写这个字儿啊？哎呀，这大哥，你平常写对不？写不好是挨挠的。哦。写不好。这平常一个人还练字儿嘞？哎，咱们属于智商了，工作智商，工作智商也挺好。哎。你看看我们这米字儿和两三撇撇。哦，这米字儿平常没事干，自己就练练毛笔字儿。哎，不练。那多会儿写了？这我这还都就了，下地都来。这是半下午一个人在家喝点酒。我还以为吃饭了，我说。那个你，到哪里去吹的？得去院里头往哪儿写呀？喂。现在是2022年1月2日。啊、哦，下午四点整。找戏个啥？想写啥写啥。这最新是当时最先进的哦。那看你写吧，你想写啥写啥。我教你们驾校的这就。啊？不驾校。哎。哎呀，现在会写毛笔字的人少，我以前也有时候自己学一学。你有几年？我也学一学。你有四十几的，五十几的？我没50几的了，40多。行，来找我。这大哥这个突然就想起来写毛笔字儿。喂，小的时候跟老师学过没？大哥学过啊。哎，学是个来头学。来头学啊。来头学。哎呀，看这是。也。这个戏子不对，这个戏子哦，咋了？哎。啊。哎呀。哎呀。不要。啊。不行，不会的，哦，没事。这是对酒当歌呀，是不？你搞好了酒不得？我进来正，我以为你吃饭了，正好是喝酒了。哦，你看平常。啊！电话，别管他，不要拍着了哦。你这脑子就落了臭了。谁给你打电话了？你们多大了嘴？哦，先生，端走。大哥，还是我这儿正对酒当歌的，这刚喝完酒，来个对酒当歌。哎呀，一看就常写了自己。大哥，你平常写的时候在哪儿写了？哎。想在哪儿写，是不是在哪儿写？哎，啊，你看写的不错嘛。哎，就是，这爱好就行。标配的，现在就这吧。嗯，挺好。要，那随便拍的，这就放到外面搁，牛头不对毛尾的。这刚喝了酒，拿起毛笔刀写了他个对酒当歌。哎呀，人生几何就不能写了，太消极了。人生几何不能写？嗯，太消极了。哎，就是。大哥挺有意思啊。哎，年到那时候也没年好。你年到啥时候了？年数不是好，年老出着都。跑回来了。啊，说念你在孔家庄念的是不？不是在小屯儿。啊，小屯儿。还有个举杯邀明月，对，成啥人了？这儿。小雨就刮着。哦，你这院里头还写的了，这还。下的我这下多大。啊，这是下雨给刮了，还能看出来这个字儿。看
出来就你这一般是不是喝完酒就写俩字儿？嗯，这个酒有好有赖，你要说是做厨师就是哈酒啊，你要说是也因为是认不说到累白追酒失败片了，就你喝老酒卷上了，你喝了酒这个灵感就来了是吧？就来的酒啊，跟花椒一样，咱们没当过花椒，不知道这个在啊。你要说是耍醉时喝老酒，不我点的你是东来东倒西来西倒，你不喝酒你绝对没老个。最不要命啊，对人才耍人，也是喝完酒写的啊啊啊啊，叫他笑话了。不像我写的挺好，这还自己个人爱好嘛，还有啥笑话？不是爱好的我拿出手的。你不能是辜负自杀的，叫人家杀的了。自己喜欢就行。哎，不能。嗯，挺好，挺有意思，大哥。看这院里头玉米堆的。哎，对呀，大秋天。嘿嘿嘿，快穿上吧，冷的。冷是不冷。嗯。哦，这是干活去又、嗯，刚打电话让你干活去了。嗯，哎，你们慢点哦。哦，快慢点吧啊。哎，没事。嗯。哦